我宁可不做偶像歌手，我也不能失去何小舟。小舟，你Well, I was able to reach the emergency contact for the girl, Ms. Wang Ying, but I've not been able to reach anyone for the boy. God bless you. 工作时候怎么不关机啊？英国号码会不会是何小舟啊？跟你说过，在他工作的时候，谁都不能打扰他。关机。昨天晚上英国的电话为什么给我挂断了？为什么不让我接？为什么关机？谁允许你控制我的手机，干涉我的私生活的？知道你们挂断的是什么电话吗？何小舟在英国出车祸了。我是他的紧急联络人，那是救命的电话，你们知道吗？何小舟是谁？我男朋友。偶像歌手没有男朋友。我宁可不做偶像歌手，我也不能失去何小舟。他们把我手机关机了，耽误了什么？我知道你现在状态跟我们都不一样。